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。好，我刚刚拍的就是他们缅甸工人工作的环境，因为这是个乳胶厂，所以他们做的全部都是跟乳胶相关的东西，乳胶内衣啊，乳胶床垫啊，乳胶那个枕头啊之类的。然后待会等他们下班了之后，我们就去他们那个居住的地方去拍一下他们那个居住的环境怎么样。我这些也是没有去过，这是第一次去。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看一下缅甸住的环境啊，这个是他们的那个住的楼房的后门，这个是后门。总是在九月，这个是老板的车，今天特地过来配合我们拍视频的。好，里面有点乱，一阵乱。然后是一个楼梯，从成都往回到回到很大很大。然后他们打了地铺了，地铺在这个。街头走一走，我现在估计是个情侣吧。这个是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啊，这个小女人也是看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。他是他让我去拍一个照片的镜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正在做饭，把你学习不怎么好。不知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。不知你的温柔，一路还要走多久？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。挣扎的自由，分别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冷雨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影下非常小。你看旁边是车车，他们吃的就过来这里，这边是被他们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去这里走地步过来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，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。他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夜生活，他们都有网吗？有。哎，我们舅父给我们新建点包了。然后我要看一下这个房间里面到底是什么，一个小算是一个小单间吧，一个小单间。哦，他的生活。Okay, it's okay. Thank you.哦，他们应该是一对夫妻。还有一个小阳台，这边还有一个小阳台，这是阳台外面的。进入深夜，或期盼天明。